你痛苦的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看他动个刀，他也下来这个刀，我打针我害怕了。那你这是下着属于是有阴影的，是不是？每个去角师傅的水平是不一样的。这边有时候也反正这是四个边，有时候都那个。下次如果你朋友疼，你可以让他来这儿试一试。那这两边长这个脓怎么办？没事，慢慢自然长上来就给它填上去了。我上之前那时候小啊。嗯。这玩意儿都化脓，我操。对。啊，你小时候就有这个毛病、啊。怎么说？从初中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有这个毛病。那时候哪有修脚？那时候还没那么干的少呀。干的少。是不是挺简单的？是不是？我看着没那么紧张，我动这个大拇指头的时候，我操，我自己主要是我刚让给你修的时候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